哇，再瘦一点，再坚持一点，但是啊，好累，好不不要做了、啊。我看呐、啊，你是真的不懂，拿着，拿去看看，向后转。哎、欸，可是，哇，够不期待。可是这个跟，哎、欸，那人呢？算了。如果讲到福斯这个品牌、啊，如果你只想得到可爱的金龟车赫比的话，那你就错过这一台经典的 Golf。自从1974年推出到现在、哦、快40个年头，历久不衰。这代表什么意思呢？10秒钟就卖出一台经典的 Golf。哎，刚刚又卖出一台了。不过这个单跟减肥到底有什么关系啊？真不懂哎。7代 Golf 比6代 Golf 更轻了100公斤，哦，不愧是减肥界的前辈，快跟我一起去一探究竟，还有什么厉害？新一代的 Golf 大灯用了远镜头灯 HID， 也首次呢用上了昼行灯，在大灯的周围有一个 U 型的 LED 灯管把大灯包覆，非常的有设计感。那新一代的 Golf 呢，不管在引擎盖或者是头灯或者是水箱护罩，你都不难发现哦，这一代更立体，更有线条，更利落 man 的感觉。杨总监预备，是教练，仔细看啊，有没有发现原厂在设计的时候拿掉了很多圆润的元素，你看这个流线的后照镜，还有一路向后延伸的车侧线条，甚至有点斜后斜下的车顶，还有菱形的油箱盖，都不难发现哦，有很多运动化的感觉存在。车身的尺码也有一些变化，更长了5.6公分，宽1.3公分，不过车体更低，降低了2.8公分。更低的车体呢，让它有更低、更好的风阻系数。准备。车顶的尾翼和后保杆，还有后尾门上的折线，一样可以感受到它带给你的运动感。而线条锐利的 LED 后车灯，让我感觉，有高级车、进口车的感觉，感觉非常不错。那后车门的开启空间，开启方式一样是用厂徽来做开启，维持跟上一代一样的方式哦。那后车厢空间呢？从350公升进步了30公升，来到380公升。那后车厢空间非常的方正，当然也可以透过6/4分离来做空间的延伸，空间呢来到1270公升，其实非常的实用。走。我跟你说，以往 Golf 给人家的感觉啊，就是简单又朴实，没有多余的花招跟线条。这一代 Golf 也一样。不过你一坐上车，你就会发现啊，多了一个高级的感觉。它中控台上面用了一个5.8寸的触控萤幕，那它也用了很多钢琴的饰板啊，来提升整台车的质感。中控台啊、仪表、门板上面都可以看得到，整台车啊感觉不到，是入门车的感觉，非常高级，符合你对进口车的期望。那它也用了2张跑车座椅，还有非真圆切削式的方向盘，来提升整台车的运动感。这整台内装的感觉啊，就像一个端庄的女生，你再给她戴上2个很亮的耳环一样，非常吸引人。老板跑一遍。在乘坐感上，因为车身尺码的加大，其实坐起来是非常舒适。偷偷跟你说，原厂呢也把内装重新配置过，发挥了最大的空间效应，坐进2个180的男人都不是问题啦。报告，不行了啦。
我现在啊不是在救护车上面，但是也差不多，半只脚已经进去了。现在呢，我要来试驾全新的 Golf 7代。这次的 Golf 7代呢，我们试驾的是 2.0 柴油的自然进气，马力呢最大150匹，那扭力呢也是全车系里面最大，32.7公斤米。那这台车最大的特色呢，就是这一次用了 NQB 模组化的底盘，降低了100公斤，一口气哦，没有听错，是100公斤，是一个减肥高手啊。那是不是降低了100公斤，那车身的刚性跟隔音效果就会大打折扣？其实刚好相反哦，其实原厂这一次在隔音效果啊还有刚性上面下足了功夫，不管是底盘的制作的工法，用了非常先进的技术，还有高张力的钢材，所以让整个底盘啊，其实它的扎实性比上一代还要好。那在隔音方面呢，也用了很多隔音的方式哦。这台车也有非常完整的主被动安全配备哦，七具气囊，那其他辅助系统方面，刹车力道辅助系统、车身动态稳定系统，还有循迹系统。还有电子防滑差速器，那零零总总加在一起哦，其实可以让这台车开起来更安全。那最值得让人开心的就是这些主被动安全配备呢，全车系标配全部都有。弯道上，它的表现是有迹可循，是带一点微微的侧滑，不是乱滑，这是有差别的。乱滑你没有办法预期，但是它的侧滑你是可以预期它下一秒是要把你带到什么地方。那滑滑滑到最后要出弯的时候，再用柴油引擎的高扭力带你出弯，其实那整个过程哦非常享受，非常舒服。这次 Golf 7代它配置的悬吊很舒适，坐起来很不错，车内空间也很不错。但是舒适的悬吊这代表什么？代表它在弯道的极限降低了，它侧倾的角度也变大了。那这样还有什么影响呢？就是在高速巡航的时候，在高速公路以时速大概100公里巡航的时候，你要变换车道，其实它小车的特性就跑出来了，它有点带点漂移的感觉，有点不定的感觉。那我们来讲讲市区的表现。市区表现，因为这一台 Golf 7代配置的是手排变速箱，它的顿挫感是比较大。不过我觉得最可惜的地方啊，令我扼腕，就是没换挡拨片，没拨片，可恶，没有拨片。其实我觉得很可惜哦，如果有一个换挡拨片的话，你在偶尔热血的时候，它是比较旧手，比较直觉。也比较安全，可惜啊。教练，这一台减肥模范生 Golf 7代，它减了100公斤，但是它的车体刚性跟隔音都大幅进步。我发现减肥真的有很大的好处，除了可以更灵活之外，还可以更省油，真的很棒。所以我决定回来。谢谢收看《行车记录去》。哎，宜晨，时间真的过得很快，我们已经是第19集了，哎，这么多集啊！对吧？谢谢大家的支持啊！谢谢。哎，宜晨，而且我们的订阅率啊，一直在往上爬。哎呦，还有我们的订阅人数吗？没错。哎呦，真的是时间过得很快，也谢谢大家支持啊！其实我们影片不止在网络上看得到，电视上也看得到。如果你不知道自己在家几台才可以看到的话，也可以上我们官网看到详细资料哦。记得要把我们的影片分享出去哦。没错，那下次见喽，拜拜。